假如用网络热梗来做火漆印章，会好看吗？上次的火漆印章，小伙伴们都说我买贵了，所以我重新去找了一下。好家伙，这一大盒批发印章只要24块，也就是说，一个印章只要1块钱。之前买了这3个古风印章就花了我25块，所以贵的跟便宜的到底有什么区别？今天就来试一下。红配绿赛狗屁啊！比狗屁还好看的火漆印章长什么样呢？大伙来看看，这赛狗屁了吗？要想生活过得去，身上就得带点绿。想要身上带点绿还不简单吗？现在就满足你。说说这带点绿还能过得去？为啥跟我想的不一样？有一种蓝叫青出于蓝胜于蓝。这道题我会，什么蓝的青的通通往里面加就对了。这是怎么了？青出于蓝败于蓝。我感觉受伤了。